so bad. You think it's love?
I've got this thing, gonna blow your mind. Pulling a string, helping you unwind. You want to know, but it can't be done. You want to steal, cause it can't be bought. I got this thing, gonna tie your tongue. Step in my ring, you'll be out round one. You want to feel, but you got no touch. You think it's love, but you think too much. This thing gonna break you down. You're crumbling till you hit the ground. You wanna try, come and have your taste. This thing won't stop till you can't see straight.
次跳舞的是十五万赞跳啊，十五万赞我们跳舞。蝉蝉。Let me put it down another way. 欢迎我们虎虎。这就叫从此之王不早朝吗？这不叫。欢迎我们萌物。这舞还好啊，这个舞、一般般。欢迎王风云，十五万赞跳个提线木偶好不好？十五万赞，我们跳个提线木偶。晚上也不晚，也不早，也不晚操。你头像是你本人吗？你看得像吗？你看得像不像我的本人？欢迎我们心仪老婆啊！欢迎心仪老婆，你看像不像？欢迎 A 4。Yeah。不太像。不太像。宝宝耳机什么牌子？加个床可以告诉我吗？我可以，欢迎我男生哥。眼睛里好多灯啊，就是我眼睛里面有星星啊。这是我对生活的向往。一二三四跳的也好看，是吗？一二三四那支舞蹈的话，它是我自编的。如果是我自编的话，一般情况下的话，他可能会以为我就是乱跳瞎扭啊。这个一二三四这首歌是我乱编的，瞎扭了，这怎么都瞎扭了？这耳机是什么牌子？这耳机是，这耳机我看一下是这个牌子。它上面也没有写牌子，你去搜一下，截个图搜一下吧。对，这个耳机很不错，我买了两副了，我这一副没有地儿了，我就换一副，这很不错。瞎流舞没有看过，待会跳一个好不好？待会我们跳一个。还有我们瞎没有跳过的，没有看过的呀，是爷爷不懂事儿了啊，是我家爷爷不懂事儿了，拍照即可。看过的，欢迎初心不改，是我家爷爷不懂事儿的，挨打当打。你几天没头发了？我几天没头发？啊，你认识那个女团吗？叫做防弹少年团。啊，防弹少年团。欢迎夫妇得劲儿，欢迎我们寂寞儿。追粉儿，咱们能出点赞吗？咱们没听过，那就算了。好家伙，是看我人来的还是看我头发了？
就不在，没事没在，我们跳舞好吧。这站老冲不上去，想跟我聊天啊，想边聊天边冲站行不行？欢迎小萌萌，边聊天边冲站吧。边聊天边站着一起冲一冲。男生哥今天没有就是今天休息吗？没有。男生哥不在。来冲到1000人。只有开场的时候能冲，因为开场有一波比较大的流量，开场的时候能冲，开完场之后，开完整场之后就没冲了。这么热的天肯定要休息。我以为你不在我直播间了，你看我都看不到，我都看不到你了，你在哪里呀、啊？我的麦都炸了，我的麦都炸了。我男生哥在哪里呀、啊？我怎么看不到、啊？谢谢我们淘气的传送门，感谢我们淘气的传送门，谢谢淘气。传送门相当于应该是发红包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会来抢红包，抢红包加团儿有可能。感谢谢谢谢谢。能上10000人吗？能上1000人吗？感谢我们晨晨的红包，谢谢我们晨晨给我晨晨。要传哪去啊？传哪去啊？跳个舞、啊。可以，没问题。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s the time for you and for me. The galaxy's waiting, and humankind too. Come on, you know what to do, what to do.
想跟你的body up。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一个人的失散呢，被搞破脸的。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来听点。Blackpink in your area。Blackpink in your area. Blackpink in your area. Being a bad girl, I know I am. And I'm so hot, I need a fan. I don't want a boy, I need a man. Click, clack, bada bing, bada boom. When the box, I'm in more than I, bada boom. Could you ask her? No, you got it, oh. With the numb, that they go, pick up, pang, pang, pang. Pang, pang, bada, bada, pang, pang, pang. 지금날위해축배를짠짠짠 Hands up. 내손에 bada full of honey. 니가말로만듣던게가나야 Jenny.Yeah, Jenny.
소리 멋지잖아. 没事了。
姐姐们可以半夜把观众们一起点点，谢谢大家，谢谢谢。我又要升级了吗？四斤七两，四斤七两，那要不提前祝我晨晨，就是提前祝我晨晨生个大胖小子啊！爷爷帮你接生，爷爷老会接了。你这有升级仪式没？家长，咱们还什么一号二号啊，都是爷爷的家长，都是家长。欢迎 MO， 欢迎陈欢石。欢迎小小少林儿。这是谁呀？这不是我们虎虎吗？这不是我们虎虎吗？这不是儿。
们找个人 battle 一下吧，找一个实力相当的小姐姐跟她打一把舞蹈局。没有加团我们加团啊，咱们有加团我们一起加个团好不好宝贝们。欢迎老林，欢迎我们破碎的心儿，没加团一起加个团。哟，这不是我们想姐吗？这不是想姐天天瑜伽裤啊，整的哥姐们身体都不好了。想姐哪天不是想姐天天瑜伽裤啊，把大哥大姐的身体都整的不好了。没有，今天准备穿旗袍呢，那不是还没来呢，一会儿就换。今天准备旗开得胜呢。旗开得胜，嗯，还好你没有穿，不然待会要是 PK 条要是比我少的话那有点尴尬。一般这种情况也不算，不会太多啊，是吗？那咱今天怎么玩？嗯，打榜还是总票？打总票吧，好吧。嗯，那总票先好，总票就五分钟吧。OK， 总票打五分钟，咱怎么玩？就才艺局是吧 ？OK， 没问题，行，咱就才艺，欢迎我们晨晨。好的，好的。好多，一会儿见。妍妍来了，对，我看了一下，只有妍妍跟那个建模在，那个小姨他们不在。就、欢迎我们开心儿。我的头发怎么这么黄？他几个大哥都在啊，咱不怕，咱人多，咱们三千人呢、啊，咱们一人当十人使，咱一人当十人，咱不行三千人直接干他。小心心心就为一起出小心心雕虫小弟啊，大罗锅雕虫小弟，雕虫小弟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威天龙，大罗锅咒。小心心一起刷一波，小心心小心心小心心，能打一波小心心，打一波小心心，三下人不加。天高地厚还在这儿，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咱们要破个百儿，不会吧，怎么连百都没破儿。咱们这三千人是吓吓的，欢迎我们玄子，玄子好久不见，玄子你是要躲着我吗？玄子这一天都不见了，这是不是看到我都要绕道走啊？玄子啊，你是不是看着我都要绕道走了？现在你以前都不是这样，以前叫我小甜甜，现在叫我刘夫人是吧？感谢我们玄子，感谢我玄子，谢谢我们玄子璀璨舞台。啊，要不 Q 你的话，是不是又悄咪咪的看我？以前叫小甜甜，现在叫刘夫人。棒棒糖，谢我晨晨，感谢我晨晨棒棒糖，谢谢我们晨晨，感谢我们晨晨。One two three go， 拿个票来个，咱们一起冲一波，打小心心，小心心，小心心儿。这把咱们能拿下吗？能拿下扣一，拿下扣一。如果大家猜的准的话，发个红包；猜的不准的话，你们给我发个红包。谢谢我风尘哥，感谢我风尘，谢谢我们晨晨，感谢我晨二，谢谢我们问情，感谢我心仪宝贝，能拿下吗？拿下给我扣一，拿不下你们给我发红包。那如果大家就是都能拿下的话，我给大家发个红包，好不好？能拿下我给大家发个红包。最后五十秒，最后五十秒。欢迎空白儿，谢谢我们晨儿，感谢我们风尘哥，谢我风尘哥，小儿 ，OK，
我相信你们，咱们集体锁一波好不好？集体锁一波，能拿拿什么锁塔都可以，还没拿下呢。Let's do it like the last 还没拿下。他要偷塔是吗？必不能让他得逞。最后15秒的时间，必不能让他得逞。欢迎猜是谁。谁说的？谁说的能拿下？谁说的？谁说能拿下？还不是没拿下吗？这不是？谢谢王强，感谢我玄子，谢谢我们风尘哥，感谢问强。没有拿下了，被偷了，被偷了。嗯，有点东西。SSMG 是吗？感谢我们新一老婆，谢谢问强，感谢我们凡恋，谢谢道手，谢谢风格，谢谢 biu biu， 感谢飘哥，是 SSMG 出来。把屁股撅起来，屁股撅起来打10个大板啊！啊，屁股撅起来打10个大板，自己打。要不就发个红包，我们就算了。嗯，发个红包，谢谢我们玄子，感谢风尘哥。咋回事啊？突然在最后一秒钟上那么大啊？这不是？大哥，最后5秒进来的，大哥说，我也不知道点。一下子就上那么大啊？这我们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家还说稳赢呢。大哥说稳赢，稳赢，轻敌了，稳赢。嗯，祥姐儿没有想到，我祥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咱们是没有料到的，还以为今天我祥姐儿可能就是说，今天想着是可以拿捏的，没有想到啊，拿捏不了。想起还是一如既往的，还是一如既往的六啊，一如既往的 rest by 啊，你想起不一样，咋就是不一样、啊？咱准备吧，这个其实上是不是啊？想起不愧是想起，能跟这种优秀的主播一起打个 PK 啊，我感觉这个人生都得到了升华。我感觉啊，咱们就得跟这种优质主播一起玩。大哥跑了。就得跟这种优质主播一起玩，欢迎我乐总，哎，乐总打老头了，欢迎乐总，就得跟这种优质主播一起，是不是？咱们才会变得更加优秀。祥姐，你说是不是啊？祥姐，嗯，来，才艺先生，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这一天天，啊，多大点事儿？那必须上啊，这不是？这不必须上吗？这不、啊？谢谢，嗯，欢迎我们新粉。现在才看见，刚才一不小心点了20个是吧、啊？怎么啦？怎么啦？谢谢。再试再明显一点。嗯。好的，祥姐。好的，我妍妍依然是如此的美丽啊！哎呀，这话说的，依然是如此的美丽啊！跟你混，那不得优秀一点？那真的是上跟不了我，祥姐打个 PK。可以了，互相冲捧也够了。OK， 那我先撤了啊。好的。好，拜拜。下一下，那
七哥之前医药费都是保时捷起步的，怎么啦？爱减少了是不是？感情淡了。感情淡了，之前医药费都是保时捷起步，现在就是万象璀璨烟花。终究还是感情淡了。没事了，乐趣哥，没关系啊，有空常来，咱们一天有时间你就常来，想姐妹播的时候，想姐播的时候都可以来看看我，没关系，上多少都无所谓。嗯，主要是咱俩感情需要加深一下，以后打我的时候呢就横起打，横起打，然后多给一点就行了，爷爷不是那种打不得的。感情深了才打得越狠啊，越打得深，越深打得越狠，是不是乐趣哥？你有事没事来看看我，能咱们今天在播间跳舞了，欢迎我们玄子。咱们今天在播间跳舞了，乐趣哥。哎呦，辫子哥，辫子哥们都老连我了，我刚打了一把世纪大 PK， 不连了，没有加拳了，我们加个拳。玄子，我刚打了一把 PK， 你怕啥啊？我不怕呀。对呀，你那 PK 天天打啊，等下大哥还以为你就借了什么贷款了。你天天打 PK 啊，天天在播间就是，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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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还以为你是什么按揭没有还呢，天天在播间打的大 PK， 是吗？偶尔打一下，跟朋友玩一下就行了。欢迎我们晨晨儿，晨吃饭了没有？晨晨儿，风尘哥吃饭了没有？欢迎我们成年人。欢迎大家啊，下一次舞蹈的话是18万赞，还差10000赞，差10000赞，10000赞跳舞了，好不好？咱们再不再聊会儿天儿，今天请明星来了，请了谁呀？请了刘德华吗？请了哪个明星？周杰伦？刘德华？欢迎陈花石，你咋这么爱刘德华啊？我都爱啊，我都喜欢。你不是小粉红吗？小粉红是什么啊？小粉红是什么？我觉得我不算是小粉红，我等多像是一个互联网上混口饭吃的。咱们只等多算一个互联网上混口饭吃而已。无情的和尚，好家伙，你们都熟啊，好家伙，都认识。谢谢我男二就在四方，感谢我们男二就在四方，谢谢。谢谢。你喜欢小二风？没有。咋这算啥啊？咋这算啥呀？欢迎我们贾仙儿。啊，如果真的就是有点名气的话，也不会天天开播了，从早上播到晚上，从晚上播到早上。啊，如果真的很流败的话，就不会这么就每天直播了，每天这么辛苦，这么累了。One, two, three, four. 欢迎 Vans。
阳凌晨播到三点，他播到三点，他是因为他好像是就播到三点钟的时候吧，好像，对，他好像是播那个点儿。他之前不是下午，他之前下午档播嘛，然后下午档播又改到凌晨档了。凌晨档早上哪起得来呀？早上都起不来。早上都起不来啊。而且就是日夜颠倒了，所以是没有也没有办法，每个时间点都有人。每个点啊他都有人，每个像我们早上的话也有一些人，欢迎为你闪亮。One, two, three. 我从来没有试过播到两三点。我都没有播过那么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播到一点钟有过，播到一点钟，但是没有播到那么晚，播那么太晚了，晚上睡不着。播得越晚的话，晚上可能就睡不着了，越晚的话，你就越兴奋，越兴奋就越容易就失眠啊。欢迎高冷玉洁，还差八千赞，那八千赞我们一起把赞冲一波，我们跳一个。越兴奋，真的就是越晚越兴奋，你们没有发现吗？当你就是越播，你越兴奋的时候，你就越播，越播越兴奋，越兴奋你越不想睡，越不想睡的话你就起不来啊。所以说不要熬夜，熬夜其实现在熬夜还挺好的，但是熬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会受不了了，熬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受不了，我是受不了，我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得了，起不来就不要起。如果我能像你们这么潇洒的话就好了。如果我能像你们这么潇洒就好了。熬夜对血压升高。哎，熬夜的话其实方方面面都不是很好。万万他找我干什么啊？万万七万八万。妍姐一天睡几个小时啊？你想一下我，你们想一下，我每天是十二点半下播，十二点半下播的话，下播完之后，你们觉得一个女孩子，就是说从卸妆，从这个打扫，就是我的这一片直播区域，到我关掉我的设备，关掉我所有的灯，所有的设备，再洗脸、洗漱、洗澡，再。在那个或者是护理，一共要多久？你们自己想，一个大概一个要多久？从十二点半下播，下完播之后，我关掉这些所有的灯，关掉所有的灯，我还会再做一下，起码要做个十分钟，做个十分钟啊，三个小时那就太多了啊，做个十分钟，岂不是就是十二点四十？十二点四十的话。我去洗漱，我起码要把我的脸啊，我的这个睫毛啊，我这个美瞳啊，我一般就是下完播之后我会洗个手，我会拿那个洗手液把手给全都洗干净，然后才开始就是弄我的这些东西，然后再是卸妆刷牙，然后再是洗澡，还要泡脚，我要泡脚，因为不然的话我晚上睡不着，所以说一般搞完这些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时了，我还算比较快的，一个小时，不用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之内我都全能搞完，然后再敷个面膜，敷面膜的同时其实可以睡觉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的话要这么快，我很快，我就在一点一十的时候我会躺在床上，一点一十，十二点半下播，一点一十我会躺在床上，然后再刷二十分钟的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所以说一点半我一定会睡觉，一点半我一定会睡觉，然后早上的时候七点钟之前我一定会起来，
啊，七点钟之前我一定会起来。习惯了习惯了，除非就是有个时候睡不着，咖啡喝多了我就会睡不着，睡不着我也不会那个，睡不着的时候好难受啊，你们不知道，你们不了解，你们不了解，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好难受。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翻来覆去，你的其实你已经很累了，但是你的大脑一直在高速的运转，已经很累了，因为你就是一天下来你多多少少都会疲惫嘛，是吧，一天下来多少会疲惫，但后面你还是会发现着，哎呀，老是睡不着老是睡不着，所以说还会给自己半个小时的空，就是说睡前休息，就是大脑放松一下，大概就两点钟睡觉，七点钟之前起来，有个时候六点五十就起来了。我会给自己半个小时，就是大脑放松。欢迎我们，欢迎陈花石，欢迎年轻人。就是睡不会睡很久，你不像同龄人，我以前就这样子，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早上，我以前是七点钟睡。十点钟睡，早上的六点钟我就会起来了。我很自律的，我超自律，已经就是形成习惯了吧，从以前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好，超无敌自律。包括你们看我之前啊，看我之前，咱们也不能说是有多么厉害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能管控的我自己的身体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的，不能说跟别人比吧，但是至少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管控我自己的身体，我想让我做什么，但是我有点，我的执行力不是很好，自制力比较强，执行力不是很好。我喜欢就是比如说我七点钟起来，七点钟起来的时候我会再就是再坐二十分钟，然后再开始化妆，化到八点一十，然后吃饭吃到八点半，然后我要换衣服，我要挑衣服，要换衣服，又要在镜头面前就是把妆造弄好，就得花半个小时，所以说只能九点钟直播了，所以没办法，我一般很想，我真的很想八点半直播，但是播不了，我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执行力有点差吧，就坐到这里我不想开播了，我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就是再坐一下，打会儿坐，真的一定要打会儿坐，就是在这打会儿盹我才会开播，有个时候你看我立马开播我是没有状态的，我就我每天都被迫一夜，太难了，我睡醒还得躺到两点，你卸妆化妆都好快呀，不快呀，我化妆要化很久，化妆起码要化半小时儿啊，化妆我如果化快的话十分钟搞定了，我要化半小时，不快不快，我每一步骤我都要，我跟你说我化妆我比较喜欢按部就班的来，就是每一个步骤啊先干嘛再干嘛，我一步我要，我这属于有点强迫症，我有一点强迫症在身上的，我自己就是特别强迫自己，就是说你首先啊，你首先你就先把脸给拍完之后，我是不会，我就一步一步来，我就不会把那个步骤给改变，我改变我就心里不舒服，而且你们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想法，就是当你改变了一点点，你会那一天你都会不舒服，我就是这样子，我那一天我都不舒服，所以说可能是有点强迫症在身上吧，有点强迫症，感谢我们小杰师傅的阅读会员，人家都要两小时，哎，不一样嘛，我化的是直播化的妆，人家化的是精致的妆，直播化的妆跟那个现实生活的妆不一样。感谢我们小杰儿，谢谢我们小杰儿，谢谢大家听我说了这么久的废话。What do you mean my card has declined? Try it again.Buy me Prada, Balenciaga, la la la. Drama, let's go. 如果我七点钟起来的话，我能够就是说一小时做完所有的事情的话，我真的就是属于很棒很优秀了。但是做不完，真的做不完。如果我七点钟起来，然后醒完之后，我立马泡了咖啡，我立马就是把饭给做了，把那个鸡蛋给炒了，然后吃完之后就化一个妆。直接换了衣服，我也不是没有做过，我有做过，立马就开播，有。
但是坚持不了多久，因为你开播的时候你的内心你的脑袋，我不知道你们是，我每天啊早上的时候我的脑袋是放空的，包括我打了一个粉扑啊，就是化妆的时候我的脑袋都是不清醒的，对，所以说真的就没办法。欢迎我们开心哥，你还自己做饭啊？我每天早上自己做，阿姨她只做一餐，她只会做一餐，所以说阿姨她只做一餐，我自己早上跟晚上都自己做，晚上早上的时候也做了，不是就是做一点鸡蛋啊，或者是香蕉鸡蛋饼啊，做一些燕麦鸡蛋饼啊，做这些。嗯，阿姨她只给我做一餐啊。对，所以说没办法，就也只能自己做。欢迎百顺儿，有个时候起得晚的话，我就不吃饭了。有时候起得比较晚，我就不吃了。不要学我，不要学我。你们就好好的按时吃饭，然后按时睡觉就行了。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躺在床上我就立马就能睡了，现在是这样，在下佩服。我也是第一次说这些，我平常不在直播间说这些，因为我觉得我在直播间说这些可能就是你们会有其他想法吧，我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子太夸张了。对，所以说我第一次在直播间说，平常我都不说这些。欢迎 Miss You， 欢迎哈哈 Y 哈哈。所以大家听我讲这些废话，你们如果觉得还行的话就听听，如果觉得那个你就当我瞎说了。我也就比较喜欢说废话，比较喜欢说。谢谢我们晨晨，感谢我们晨晨，欢迎幺二零儿，谢谢我晨儿，感谢我们，谢谢我们小杰给我续费的阅读会员。哦，你做的菜真好吃，真的吗？你没吃到了，下次有机会的话，我给咱们家一人做一道菜，好不好？下次有机会。我直接问你嘴里去，快递那快递要多久啊？直接问你嘴里，要不现在就问吧。快递那件是什么？哇！哇！有点香，啊，好好吃啊！嗯，鸡蛋炒面，鸡蛋煮面。还真不错，像一束光突然出现，我猝不及防，不知道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每一个笑容都在瞄准我的心脏，不知道你是否会相信爱有引力，爱有引力，你的存在为我带走了阴影，也让我摆脱了阴影，真的很好吃啊，不是多情的 boy， 只是 following the choice， 如果你不懂那我就继续 keep blowing the noise。我想和你一起看海，当然也可能不只是夏天。夏天，你像一道光出现在了我的世界，让我看见了美妙的光。开心哥要不要吃？开心哥，把嘴张开啊！啊！只是夏天，那天你像一道光出现在了我的世界，让我看见了美妙的光。就算我的生活支离破碎，
真的很好吃。嗯，请你一直陪着我吧，拜托。怀念见面的周末，跟你的满足。因为有你，我才爱上上海。跟你在月光下散步。外面的慢慢吃，我不跟你抢。为你创作了这首歌，不拿你跟别人对比，只有你能上我车。虽然我没车，但可以给你叫个滴滴，把安全带系好，今天我来当你司机。我们一路有说有笑，轻松的吹着。这个鸡蛋有点咸，但是阿姨应该是。不想走了就听我们找个地方住下。我讨厌无效社交，因为只有你对我有效。我夏天我想和你一起看台。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这么多，带走我的心脏，把它藏在行囊，带它四海飘荡，去向往的远方。我想我再不用流浪，也不用再逞强，我依旧滚烫，放下廉价的悲伤，借口别再用脸上。风尘哥吃饭了没？风尘哥。为你画地为牢，用倾诉的深情抹杀。心却洗涤糊涂做痛，害人比命运的捉弄，我至今的一场噩梦。怎么敢奢求你能懂？啊！沉默过后波涛汹涌，越奢求越一无所有。只有这简单的请求。野货哥怎么跟砂锅一样？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挂机呢。怎么可能开口说我没爱上你？好吃。我还没学会放弃，就算这场面浪迹，想想不敢奢求你能够。我限额了，没有。你刷个看看，你刷个看看 T 哥，感谢我青宝四九。谢谢我青，感谢我们风尘哥。吃一口好吧，我吃不了这么多，太多了，吃不了这么多。我没转身，一直走。感谢我们开心，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我们露露。以后改吃播吧，为什么？看我的嘴巴都乱骂成这样。Follow， 每到晚上理智变得感性。了几条短信，说不在乎，不是我嘴硬，都在期待你有什么反应。对你没法保持那份冷静，偷偷想着我们之间关系的远近。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的侥幸，我知道我的爱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不吃辣椒。不吃辣椒。干饭去了。吃这些吃，一下就饱了。谢谢。
气我满嘴油吧。好辣哟，有点点辣儿，点辣儿。它那个辣椒是小米辣，一满嘴的油。其实没有油，我都舔干净了。没油，没油。为什么不吃辣椒啊？但是我不吃还有为什么呀？吃不了，我一吃我就会呼吸困难，太辣了，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然后我就需要人工呼吸，我就我需要人工呼吸，吃不了那儿的。但是没有人人工呼吸我呀，所以说我只能就是不吃了。只能够，就是戒掉了，把辣椒戒掉了。如果当就是说身边有人能够带我一起吃辣椒的时候，我就喜欢，我就爱吃了。目前来说是不爱吃的。目前来说不爱吃。咱们播间有没有小哥喜欢吃辣椒啊？有的话跟我说一下。一个人吃辣椒没有意思。刚有人还得帮你人工呼吸，满嘴油人工呼吸，哎呦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欢迎我们盘丝大仙儿。咱们吃饱喝足，找一个软柿子拿捏一下，好不好？吃一口辣椒，一个人工呼吸，那也不至于这样了。一口辣椒，一个人工呼吸，也就是是，一起吃。来村儿，来村儿，咱玩一把不？好呀。我、为什么我看你这么模糊啊？模糊？对。我看你不模糊啊。你看我不模糊，你可能是你没有设置那个。咱玩一把儿。玩啥呀？你玩舞蹈局不？可以呀。你三局两胜那种。可以呀。OK， 那咱们玩个舞蹈局。起来，起来，动一动，起来。五分钟是五分钟吗？五分钟，三局两胜五分钟的那种。你连吧，我十分钟的。OK， 打舞蹈局了，舞蹈局，改正行动，有没有开火的？可以。
Do you remember, you remember, remember what you said? 너는 내게 뭐든 줄 것처럼 말을 건넸다. Don't you remember, you remember, remember what you said? 너는 마치 무슨 약을 먹은 마냥 변했다. Dirty words and blow, 내 흐르지는 너 진짜의 strong. When I'm gonna go, 내 어제만 봐.如果你开心，你就拍拍手。
更出汗了。我看你早上播晚上也播。还有没有想办法有诗安哥、他不会逼我麦了吧？咱不见了吗？开个火儿！我身上的痱子越来越严重。点个火，点个火，点个火儿，点个火儿。痱子越来越严重。有没有点火的？有没有点火的大哥？咱不见，不见没点火的吗？点个火，一个亲吻，一个亲吻，点个火儿。你亲你耳朵都要坏了。啊，点火山哥。感谢 Z， 谢谢 Z。你们都是我的家长，都是家长。你们都是我的家长，谢我手，谢我是啊，谢我小班，感谢我小班。对呀，开心哥，你也是我的家长，咱们家家长越多，咱们才不会挨揍。欢迎我们杰婶儿，奶茶好瘦啊，他老瘦，他比我瘦了。扣个板呀，好不好？我看我的肉啊，好不好呀？他比我瘦。那张去查拉嘎，老瘦了。扣个板呗。才个大。我多重啊？我净身高164。那看起来没有那么那个，但是我有点胖，我腿粗。我腿老粗了，然后骨架子比较大，腿粗。多重啊？多重不到100斤吧，不到100斤。欢迎神秘人。咱们有比心的，我们帮帮忙吧。噔噔噔噔，休息吧，奶茶姐姐，她把我麦闭了。感谢我们小木，谢谢我们小木，谢谢我们开心儿，感谢我们开心儿，谢谢我们小木的鲜花。之歌，给你放一个开心。噔噔噔噔，感谢我猪火哥的比心，欢迎我们潘先生。啊，画画的妹妹。我们开心就拍手，哎，开心就拍手，哎，开心就。Lambo 给你开走，要是开心就拍手，开心就喝酒，开心就把你身边徐真真都带走。我们开心，谢谢哥，怎么感谢大家？
Hello 奶茶，谢谢。Hello 奶茶，我被提示了。你被提示了？嗯。我刚，你是不是把我麦闭了？我刚刚让你坐下来。哦，对，把你麦闭了，我没听到呀。嗯嗯，刚让你坐下。你也被提示了吧？我没有。哦，我被提示了。对对对，行，那我们不奖励了吧？好吧，那我们下次再玩。下次玩呀。OK OK， 咱下次玩，下次玩。好，拜拜、哦、拜拜，喜欢就卡卡，喜欢就卡卡爬，开心就喝酒，开心就把你身边扶的家都带走，要是开心就拍手，开心就喝酒，开心就把你身边神经病都带走。辫子哥怎么老打找我打 PK 啊？刚打完咋的了，辫子哥刚打完。不是，我一直在等你，我就是今天我就非要等到你，非要等到我开开，今天非要跟你打一把，真的有这么夸张吗？一定要打我啊！输赢真的没那么重要，我就是我邀请了我们一个特邀嘉宾来了我们直播间，看一下，看一下，真的，看一下吧。看一下，皮赛很开心，对，看一下，那我瞧一下。我们江西南昌的，目前来说是男高音最高的选手，他唱歌非常的牛逼，这么牛逼，真的，我花了3000块钱请他来我这里，我还管他吃，那个最少要花个5-6千块钱。真的少吹牛了，我看一下。我绝对不吹牛，我吹牛干嘛？我刚才我跟那个，我跟他一路来一把，我叫那个男高音给他唱了一首那个你的，哇，好听，可以超越原版，比原创还要唱的好听。让听了都得来找他合作。对，原创都要给他竖大拇指。他说你真的唱的比他还要听。说啊，怎么玩？30000都请不到，就这样，我们输了之后，我就给你。我们有请我们那个男高音选手给你展示一下，可以吧？你输了你就跳个舞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打吧，也行也行，都没有看到了，都没有看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你有本事你打赢我，闭麦。好猖狂，开心哥他欺负我。他欺负我。睁眼，我代言了穆拉。Too real, better than Tupac, baby. 不去商务，只是个爱装酷的歌手，连招呼都没打。好超狂！喝酒，在尖叫的轨道上被光速的弹射，一次千兆的青春里双倍的玩乐。在3年前，哥们也经常派对来我家玩。想想跟他玩一把吧，谢谢我们小班。气氛的 private， 在我的歌单里都是 Drake 跟 CV， 在每个天亮局都有妹子跟 TT。要喝的麻了你们。拍手，要摔了滑了摸着爬着你们给我搂，曾经被人当作笑话，今天终于谢谢我们虎虎。从开心就伤快乐的北北，用淡色的眼泪酿出香醇肥美，虽比茅台般辣，却有温柔的哈，讲出窝心的话，又像个多金的爸，多金的爸带你去巴黎度假，让凡尔赛宫的艺术家改毛笔作画，等我大品纪念把你娶回嫁。哥哥缺个心上人，孩子缺个妈，你做你的艺术家，画你的画，把重担带给我跳，让暴雨接着下。我说开心就拍手，你说开心就拍手，我又不是活给谁看，我有我的 girl， 你喜欢就来，你不喜欢就走，别喜欢装作不喜欢啊。下次咱们 girl 没有，下次 girl 哥，下次我开心哥来就放这首歌给我开心哥听。给你自由，传说健康智慧不是用来炫耀，开心就拍。粉红泡泡，给你一个抱抱，把烦恼气爆掉，开心就拍手，你给我里跳跳。我们开心就拍手，开心就跳跳，开心就把你身边跳哥都抱抱、要是开心就拍手，开心就跳跳，开心就对着你的脸部给你尿尿。我们开心就拍手，开心就跳跳，感谢开心哥，就把你身边许真真都抱抱。要是开心就拍手，开心就跳跳，开心就拍手，你给我里跳跳、开心就跳跳，你闺蜜都你给我里。对我让飞机都开掉，咱们这小片就算上了，亲我开心就掉掉，开心今天这么美的江爷爷都没人亲一口吗？开心能没人亲一口，不用吃药呀，这么美拍手，开心这么美的江爷爷，开心生活比黄金无有料，开心就拍手。谢谢我们虎虎，感谢虎虎的亲亲啊，欢迎我们杨家大丫头。开心的信仰比什么都掉，开心的拍手，开心的拍手，坏坏的北北，坏坏的北北，坏坏的北北，奔
词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我说不开心也拍手拍走伤痕累累，用干涩的眼泪酿出香醇肥美，虽比茅台般辣却有。爷爷是哪里人啊？爷爷是你的心上人儿。话又像个多金的马票，多金的爸带你去巴黎度假，让凡尔赛宫的艺术家改毛笔作画，等我大品纪念把你娶回家。掉掉哥哥缺个心上人，孩子缺个妈。掉掉你的艺术家画你接着画，把重担都给我跳。这把 PK 赢了咱们在这跳舞了好不好？这把 PK 赢了咱们在这跳舞，咱们就不打 PK 了好吧。这把 PK 赢了咱们就不打 PK 了，咱们就在家里跳舞，跳到你们开心为止啊。我又不是活给谁看，我有我的跳。你喜欢开心啊？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吗？开心过啊。不喜欢就走，别喜欢装作不喜欢，哥也能给你自由。常说健康词汇不是用来炫耀，开心就拍手，拍出粉红泡泡，开心点拍手，一个抱抱把烦恼挤爆掉。开心就拍手，你给我里跳跳，开心就拍手，开心就跳跳。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听听音乐，听听音乐，好，来 ，One Two Three Go。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放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学堂。新的时代，新的梦想，新新的模样。快乐嘻嘻，各自体美，各个自想象。谢谢我们小八，谢谢小八帮我开火，感谢我们霸天，谢谢我霸天虎，感谢我虎，谢谢我们句号，感谢大家，谢谢这个小姐姐，帮妍妍点小心心，帮妍妍打灯牌的，谢谢大家，谢谢我的宝贝们，捂耳朵。急，千龙他是谢大哥，他是谢大哥，开开谢好了大哥没有？谢好了，谢好了，来吧。你们那个海盐海风大哥打了6000票，开心大哥打了5000票。两个大哥打了11000票，两个大哥，不好意思，你今天打的每一票都会非常的值，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每一票。有请我们江西南昌的男高音选手来一首《明夜夜》，还是那个冯真情歌？冯真情歌是不是好？不要着急，来点神秘感，来点神秘感。等下那个歌手出来之后，你就立马鼓掌，好不好？开开。地面那个海盐海风大哥，来吧来吧，行行行，开心大哥准备好了，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等一下，不要着急，你先那个大换明星唱歌都是一边唱一边出舞台的，好不好？你一边唱歌一边出舞台，好不好？来点那个大换，好，你一边唱一边出来。等一下，高六，你到外面开始。我曾爱着你，你知道我还想着你，一边是说好的不哭泣，为什么？啊，这3000了，这出场费要3000啊，这儿。啊，这不是跟之前那个吗？这出场费就3000啊，那咱们岂不是？哎呀，我的天儿啊，这台风也没有啊，啊，怎么一顿弄晃啊？这一天天儿，谢谢我们海，感谢我们海哥，谢谢我海哥。还行还行，还能听，还可以，还不错还不错啊，还可以听。长相方面气质方面都很不错啊，3000也不贵的，不贵。他这个长相啊，跟他那个歌声啊，以及他这个
我就问你好不好听，休息一下，还行，好听，好听。哇，主打的就是一个。助理，助理来，来照亮一下，照亮一下，休息一下，助理来，助理。谢谢海哥哥，谢谢海瓜瓜，好不好听？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是不是？没有，不错。嗯。这是对你们的奖励，对我们的惩罚吧？是不是？不是，你大哥打了个5000，又打了个6000，是不是啊？打那么多遍，我肯定是。打那么多遍，肯定给我们。行行行，唱歌还有行，跟我能够一决高下，可以，不错。行，那辫子哥，那咱们下次玩好不好？辫子哥，下次我还请他，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啊！你出场费得高一点啦，人家3000，他等。他可以值个12000，我觉得他台风啥都不错，长相也非常帅气，你多培训一下啊！我跟你说，多培养一下。好，那我就先撤了啊，辫子哥。好的，看看。OK OK OK， 感谢我海哥哥，谢谢我们开心哥哥，感谢我们陈哥哥，谢谢我金毛。谢我们海哥，感谢我开心果，谢我小杰儿，这夸能张口就来呀。对呀。人在江湖混啊，哪能就是，哪能不说点好话呢？是不是？对吧？咱们朋朋友友的，人在江湖混，就是得就是这样子了。咱们喜欢看什么舞蹈的？我们跳舞好不好？海锅，海锅，海锅，海锅。背着大树也可以快了。没有，我们跳个 one two three four 好不好？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OK OK。
가는 이 동공 나 네 맘대로 들었다 가는 no-go Then not the loco Oh-oh 나 미치게 만들어 간 게 탑승한 볼래 이름
我都出汗了，我肚子上全是汗。咱们把20万赞冲，能一起点一波赞，我们一起点一波赞，能一起冲一波，我们一起冲一波。欢迎我们孤独患者，欢迎我大枝叶，礼物还在飘了。想让找我 PK？ 谁呀？我认识吗？欢迎恋人哥，是哪位宝贝呀？欢迎我白小词儿。这话说的。可能不太熟，可能不太熟，然后我就没接了。如果就是以后玩熟了，可能会接。刚刚在跳舞。刚刚在跳舞，今天下午，咱们就换个背景吧。接下来我们会把直播间给换了。我看一下啊。是他的吗？叫什么名字？是这首吗？词儿，歌舞词儿哦。我好像认识，好像是一个唱，有个背景是坐车的，我看一下，找不到了吗？背景是坐车的，我真没看到哎。等一下啊，等一下，对，等一下。绝不对了，绝不对了。我再找一下啊，背景是。欢迎谢关注，感谢关注。好，这些歌都是，好像没有
小豆耶，叫什么呀？哇，这首歌是有个作曲的，叫什么呀，峰哥？为什么我就没有找到啊？而且一个特效很好玩啊！你是说是礼物、啊？就这不是礼物，但是我没有找到哎。我全都放了一遍儿，都没有看到。全部都翻了一遍儿，都没有找到，叫什么名字啊？那歌名太难打了。是吗？那歌名太难打了。要不随意，哎呦，主要是我也不知道、啊、对，复制一下，复制一下，看一下，复制看一下啊，随意 follow 一下，可能会跳不出那种感觉，我一般要线下再稍微再抠一遍。欢迎到处看看，欢迎刘哥。对，有什么想看的没啊？啊，我等你没有关系，我们等。对，什么开头？
上辈子修来最好的验证、啊
我以前是长发耶，以前长发飘飘，好像就都有。我以前是长发飘飘，脑残了，现在剪短了，是这个吗？这个有点性感，有点小性感，这个有点性感了。我红裙子满朵，满满朵是这个的，满满朵，短发好看。我应该最好看的其实是这个海军服，今天有点小伤风。对，今天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小伤风的一个啊。今天 cos 的其实相当于是，不是说 cos 吧，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裙子。也俏皮，我觉得这个衣服还不错，而且还不容易违规，因为它把肚脐眼给遮住了。对呀、啊，喜欢这个上衣、啊、而且它把肚脐眼给遮住了，你出门穿个长袖穿个长裤子出门都可以，这衣服还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下一下，穿不了。怎么会穿？作品有几个？只有几个啦。作品都就是审核违规了，所以说只能删了。要不都删了，要不都隐藏了，因为大部分都违规了，所以说打算重新拍吧，咱们重新拍，没关系，重新拍啊。今天下午再发一个吧，欢迎口是心非，太懒了，没办法，没关系了，可能是穿着太紧身了，可能穿着太紧身了，他就是一下子就违规，一下子违规了。一天发三个，你看得完吗？一天发三个，欢迎你雨。对啊，一天发三个，你看得完吗？一天发一个差不多了。欢迎我们九少。嘟嘟嘟嘟嘟嘟！欢迎至尊，咱没有送小星星，没有送灯牌，一起送一送好不好？今天白天的直播差不多要结束了，我的宝贝们，咱今天白天直播差不多要结束了，也是很感谢我晨晨，作品哪去了？作品在我兜里。谢谢我们海哥，欢迎我探哥，今天很感谢组织每一位歌曲之梦，感谢大家。我们今天榜五榜十也打赢了，咱们今天朱莉没打赢，但是其他的都差不多，大概不差多，已经很厉害了。就是离不开哥哥姐妹对爷爷的支持，离不开咱们直播间的氛围，还是很感谢。我们今天点赞都点到200,000赞了，很棒，很优秀。对，我要下播了，主播要下播了，爱你们，我们发一个红包吧，好吧，发个红包。一个红包，也是很感谢我的宝贝们，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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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欢迎再见思密达。
作品的话以后会重新发新的，大家不用着急，我是不是说我就是把作品删了我都不发了啊，我会发新的的宝贝们，而且那些是长发，咱们现在短发了，是不是要换一种风格啦？是不是啊？咱们是不是要换风格了？长发的时候和短发的时候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咱们就啊，咱们只要妍妍在播，咱们的作品一定会发的，好吧？别急，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先别急。吃饭了，回见，好的，海哥。哥，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你们先别急，跟我的那个昵称一样的，大家先别急。还有肖恩哥，晚上播不？晚上肯定播。如果你们想多了解我，想多了解我一，如果你们想花时间多了解我一下，你们会发现啊，你们多花了点时间。如果你们想多花点礼物了解我一下，你们会发现你们会多花了点礼物。很感谢鸽子们，谢谢，我这个打结了。你会发现啊，你们行，可以，很不错，打100分，打100分，感谢我晨晨，谢我小杰，谢我们欢谷，感谢我们自小白，谢我肖恩哥，感谢我们大草，谢我风哥，谢我释然哥，谢谢我们用户哥，感谢我们心仪老婆，谢我坏词儿，感谢我们水月，谢谢我们泪水，感谢问词儿，谢谢我们墨尘，以及感谢咱们播间这300多位大哥大姐们在播间啊帮妍妍做数据，谢谢我们小说的入团卡。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小说入团卡，感谢大家。行，那我们就今天就播到这儿，拜拜咯，晚上见，拜拜咯，拜拜，晚上见，咱们晚上见，别忘了那些咱们晚上见，拜拜，拜拜，晚上见，我的宝贝们，晚上见。